这里是一个远离人群的禁地，这里是金丝燕生活的天堂。2009年8月，走遍亚洲摄制组登上了泰国南部人迹罕至的海岛，和采燕人一起探寻神秘的燕窝洞，体验动人心魄的发现之旅。2009年8月，泰国曼谷唐人街的夜晚，霓虹灯闪烁，车水马龙间一片繁华景象。遍布街区数以千计的招牌上，鱼翅燕窝是醒目的主题。路边店里店外的柜台上摆满了各种品质的燕窝。人类吃燕窝的历史还要追溯到中国，燕窝特殊的营养价值被一向讲究饮食养生的华人追捧了几百年，直到今天，燕窝在中餐中仍被列为山珍海味中的上八珍之一。而这里是亚洲最大的燕窝销售集散地。这是唐人街一家经营中药的百年老店。药店掌柜的是一位只会讲潮汕话的华人后裔，他告诉我们，燕窝不仅有润肺止咳、化痰祛瘀的功效，还可以美容养颜。他为我们展示了店里现存的品质最上乘的两种燕窝，白燕和血燕。他告诉我们，每年3月份泰国沿海出产的白燕品质最好，价格也最昂贵。A 级白燕每克可以卖到100元人民币，相当于黄金价格的一半。药店掌柜的从这张泰国地图上为我们指出，泰国东南海岸和西南海岸的150多个离岛上都出产燕窝，而品质最优良的燕窝则产自泰国西南沿海人口少、自然环境保持良好的春蓬地区。在季节好的年份，那里出产的第一轮白燕甚至可以卖到黄金的价格。这些燕窝究竟有什么非凡的价值？它凭什么卖到如此高的价格？又是什么样的燕子怎样造出这些精巧的鸟窝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离开泰国的首都曼谷，一路南行，踏上了寻找燕窝的路。随行的向导告诉我们，曼谷100多公里外的一个寺庙里，每年都有成群的燕子在那里做窝。我们找到了这个海边的寺庙，远远看去，寺庙的上空不时有燕子在盘旋。走进寺庙，叽叽喳喳的燕子叫声不绝于耳。天花板下的一个隔断上，密密匝匝的遍布着黄白色的附着物，一些燕子攀附在上面。向导告诉我们，这些或连接成片，或散布在墙角的东西就是燕窝。一些燕窝里还能看到白色的鸟蛋，这些颜色发黄、看上去有些污秽的鸟巢，让人很难跟餐桌上的美食联系在一起。在寺庙大门内的一侧，我们看到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观察寺庙里的燕子。过去询问后才知道，他们是泰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几个月前，他们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在这个寺庙里建立了观察点，来观察寺庙中燕子的活动，每天定时对燕子的生活习性做记录。学生们告诉我们，他们观察到这个寺庙里大约有5000只燕子，他们每天早晨飞出去觅食，
晚上五点钟左右一起飞回寺庙，在这里做窝并抚养后代。但是这个寺庙里的燕窝杂质多，品质低，人们一般不会采集来食用。从学生那里我们了解到，这种特殊的燕子叫金丝燕。金丝燕属鸟纲羽燕科，是候鸟。这些小个头的燕子具有惊人的体力，它们拍打着小翅膀，能以88公里的时速连续飞上几个小时。每年的12月到3月，它们都会从遥远寒冷的北方飞到东南亚沿海筑巢产卵。这些燕子的栖息地主要集中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沿海的岛屿上，而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是出产燕窝最集中的区域。金丝燕的喉部有非常发达的粘液腺，它分泌出的粘液可以在空气中凝结成固体，是它们筑巢的主要材料。金丝燕每年3、4月份产卵，产卵前它们每天飞翔于海面和高空，有时可高达数千米，穿云破雾，摄食昆虫、海藻。在海上飞行了一天之后，晚上回到阴凉黑暗的峭壁裂缝、洞穴深处吐唾筑巢。原来最珍贵的白燕都藏身在远离人群的海岛深处。为了寻找传说中价比黄金的白燕，我们继续南行。5个小时的路程之后，我们到达了曼谷南部的华新县。现在泰国南部啊，海滩一路跑，曼谷跑到这里，还有佩布利，经过佩布利府倒回来。这个是泰国南部啊，佩布利。今天我们在这儿。对呀、啊，叫瓦新瓦印。向导兼翻译老陈是当地的第三代华人后裔，自称祖籍广西的老陈却满口浓重的广东口音。经过从这里一带啊，有些啊小小的山洞的有燕窝，不过有些就没有。燕窝岛是不是离海岸很近啊？哎呀，不是很近啊，对，你是海边呢、啊、你会影响它嘛。嗯啊，那个燕，这燕子，这种小鸟啊，你大声也不可以。嗯啊，好像你拍照你不可以用那个光啊，灯灯亮也不可以用啊。华新这个暹罗湾畔的海滩小镇位于泰国湾以西，从这里往南，东西两岸那些人迹罕至的岛屿上，就可以寻觅到金丝燕的踪迹。傍晚时分，在华新往南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我们意外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成千上万只燕子徘徊在一家民宅之上。天将黑之前，它们陆续飞进了这座建筑的顶层。当地人称这种燕子为家燕。原来这幢建筑的主人在2年前发现楼上空置的顶层飞了燕子开始做窝，主人就特意把楼上两层封闭起来，让这些燕子在里面安心地建造他们的新居，而楼下的一层就成了主人经营燕窝的门面。主人在楼上安装了监视器，用来观察燕子的活动。有本三那个有本三所那个搞人民上所那个这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在主人的带领下，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一个个白色的小盏就是燕窝。当主人用手指去触动燕窝时，里面刚孵出不久还没有睁开眼的小燕子就晃着笨拙的脑袋张开了大嘴，以为是燕子妈妈回来喂食了。主人告诉我们，金丝燕经常会在海边的建筑里筑巢，只要地方足够黑、足够近，能够达到必要的湿度，并且靠近它们觅食的海边，燕子就会搬进去。
当然，建筑的主人会感到很庆幸，因为这些燕子所住的燕窝是他们付给主人的最昂贵的房租。这些就是家燕所产的燕窝，看上去比海燕大而洁白，但是质地却比较疏松。因为环境、湿度、温度和光线的改变，燕窝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家燕的品质、价格和海燕难以相提并论。这些家燕虽然选择在岸上的居民家中或者寺庙中筑巢，但是他们白天外出觅食、夜晚归来的习性却始终没有改变。夜晚的华欣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东南亚风情，这个小镇是泰国皇室贵族钟爱的避暑胜地，当今泰皇就长期居住于此地的行宫。街边有弹唱的流浪艺人，耍蛇人手中吐着信子的毒蛇吸引着夜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路边东南亚特色的饰品和手工艺品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摊位主人友好温和的眼神传递着这个佛教国度祥和融洽的气氛。泰国不愧是一个水果王国，摊位上摆放着各色我们不常见的水果。这些海鲜排档更是赚人口水，这里的海鲜不仅味道鲜美，而且价格也实惠的让人兴奋不已。看着这娴熟的烹调手艺和笼里的大螃蟹，谁能忍得住口水？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华欣，赶往传说中盛产海燕的春蓬。春蓬位于泰国南部东海岸，这里远离曼谷，人口稀少，接近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多种鸟类生存繁衍的天堂。春蓬漫长的海岸线上陈列着大小不一的岛屿，岛上断崖峭壁间幽深难测的岩洞为金丝燕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地，它们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衍后代，海边的渔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之中不乏采摘燕窝的高手。复杂而艰险的采摘燕窝技术就是在当地这些渔民中世代相传。而近几年泰国政府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对燕窝的采集做了严格的规定，每年只有那些靠巨资中标的公司才可以在规定的季节里上岛采集燕窝，因此除了那些受雇于燕窝公司的采集高手，大部分的渔民都已经无缘再登上那充满着危机和风险却隐藏着财富和诱惑的燕窝岛。早上八点，我们按约定好的时间赶到春蓬的一个岸边，等待之前联系好的一家燕窝公司的船来接我们上岛。去坐这种船吗？对，用这个小小的船，然后就转那个大船，那个渔夫的船一会儿坐那个，对，蓝色那种再转大船，大概要一个小时，大概一个小时。不过我们今天过那个燕花岛就是最靠近的，因为另外远的今天那个天气不行，因为那有风浪。这里都是岛上都有吗？靠近这个地方那个海滩呢，小的其他的都没有，除了这个最前面有那个建筑呢，有建筑，有一点那个海滩，王室那个海滩，那这个岛才有。不是说每个岛上都会有的。对，不是每个岛都有的，他们说。我们今天要去的燕窝岛离岸30海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航程才能到达。
渔民们用一艘小船把我们送上离岸不远的一艘大点的渔船。船起航不久，我们看到船老大正从船头拿下一团夹杂着孔雀羽毛的布条。翻译老陈过去询问后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是这里的仪式，哎，说他拿出来的头先那个是用过了旧了，那个是那个布，白色的，他说他出门开船出海，他是靠海来养他们的生活，所以呢出船的时候他又要拜那个关帝那个神呢，保护这个海的，他们还是求是出船平安回来有收入。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我们看见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海岛散布在这个海域里。这些人迹罕至的岛屿曾经是跨洋过海不远万里飞来繁育后代的金丝雁的天堂。今天当人类追逐财富的脚步一次次涉足他们的乐土，这些燕子还能否守住他们的家园呢？到哪个岛是我们要上的啊？我们今天呢要过去那个是前面，前面呢，前面一座是大的那个岛这后面有个小的就是这个方向对，你上过这种有燕窝的岛吗？我没有上过我也是第一次过来。离我们要登陆的燕窝岛已经越来越近，此时我们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些红色的小旗。一般大家有申请的话都是来到这个有红旗的地方，过了红旗啊就是那个燕窝岛那个本公司呢就不可以进去里面了，除了是有跟他申请他批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去。就这个红旗就是个禁区是吧？对，这个禁区不可以超过红旗都。在离燕窝岛大约500米远的地方，我们的船也按照规矩在红旗警戒线外抛锚停了下来。一个船员划着小船去和燕窝岛上的人接洽。老陈虽然在泰国做了近40年的导游，跑遍了泰国大大小小的地方，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机会登上过燕窝岛，因为那些获准采集燕窝的公司在政府每5年为此进行的招标活动中要支付高昂的金额。为了维护燕窝岛上那些白色的黄金，燕窝岛的主人都设置了严格的防范体系，岛上常年驻扎的防卫人员被特许持有枪械，即使是附近熟悉的渔船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这艘能乘风破浪的小船细长狭窄，宽度仅容得下一人。小船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下颠簸，紧张又刺激。靠近海岛，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目睹燕窝岛的真实面目。岛的沿岸峭壁林立，从海面上拔地而起的悬崖绝壁上分布着一些幽暗的洞穴，每个洞口的附近都有用竹子和茅草搭建起来的草棚。听到船的马达声，里面的守卫就探出头来张望。在一块仅有的沙滩上，小船靠了岸，我们终于踏上了传说中的燕窝岛。
这块海滩是这个岛上唯一一块平坦的地方，海滩上这片搭建起来的草棚是这个燕窝岛的大本营，岛上很少有外人上来，因此我们的到访很受欢迎。一个小伙特意爬上椰树去摘新鲜的椰子来招待我们，他矫健的身手让我们开了眼界，不知道这是不是采摘燕窝练出来的本事。我们从岛上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这个岛上平时一共有20个负责守卫的人，他们10个人一班，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分散到岛上各个洞口的瞭望哨日夜不停地守护着岛上的安全。ไม่ครับไม่ครับไม่ไม่ทุกเกาะเป็นบางส่วนครับไม่บางเกาะมันอยู่ที่ว่าช่วงว่าฤดูฝนถ้าฝนดีใช่ไหมนกก็ยังใหญ่ดีถ้าว่าแรงจัดก็ยังมันเล็กทำรังตั้งแต่ทำช่วงกลางคืนถึงสว่างถึงสว่างครับพอตอนเช้าพอตอนสว่างใช่ไหมออกบินไปหากินมากลับมืดทีเดียว每年1月份，金丝燕从遥远的北方飞过来，落脚在岛上的洞穴里。在这漆黑幽暗、几乎与世隔绝的栖身之处，雌燕开始不辞辛苦地为他们的后代建造舒适的鸟巢。他们在海上觅食了一天之后，晚上回到洞穴里，燕子开始吐出又细又黏的白色唾液，沾到洞穴的墙壁上。墙上的唾液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硬，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鸟巢。金丝燕不惜花费3个月的时间为它的后代筑起一个又厚又密实的安乐窝，但是在3月份，他们刚刚完成这个巨大的工程，他们的鸟巢就被采集者摘走。而此时距离他们产卵的季节越来越近，仅凭分泌的唾液已经来不及筑起新巢，金丝燕只好用一些羽毛掺杂在一起筑起第二个巢。专业的采集者在采集完第二轮燕窝之后，会把第三轮的燕窝留给雌燕来养育子女。这些新生的燕子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这个洞穴作为自己的家，并于来年在这里筑起他们自己的新巢。เดือนมีนาครั้งหนึ่งเมษาครั้งหนึ่งมีนาเมษาแล้วก็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ในช่วงเดือนมิถุนาถึง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ใช่ไหมช่วงนกออกไข่ถึงก็เดือนมิถุนาและกันดาสิงหาช่วงนั้นช่วง3-4 เดือนนั่นแหละนกที่ว่าลูกเป็นลูกก็จะบินออกไปแล้วเราก็เก็บมันทำแบบว่าช่วงเดือนมกราถึงมกราคมพมีนาใช่ไหมช่วงนี้ช่วงนกเกตเอน้องขาวมันสวยขนขี้ไม่มีอ่ะใช่ไหมต้องนั่งช่วงนี้ต้องนกแพงกว่าเพื่อนช่วงนี้มันจะขาวจะสวย因为大部分的燕窝要在黑暗的洞穴里和陡峭的悬崖上才能找到，所以采集燕窝是一种风险度极高的工作。燕窝洞里时刻暗藏着危机，采燕人的生命总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威胁。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采集者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采集程序和规划，并代代相传。在采集燕窝的季节到来之前，采燕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守护岛上的安全。大规模的采集活动将在第二天开始。在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之前，人们一般是被禁止进入燕窝洞的，而今天我们被特许进入最近的一个最小最浅的燕窝洞。洞口挂着的假人是为了驱赶老鹰等猛禽，保护金丝燕用的。进洞之前，采燕人事先告诉我们，进洞后不许打灯光，不能大声说话，因为敏感的燕子会觉察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如果他们发觉这个洞穴不再安全，就不会再飞回来了。
ไม่ต้องปีนใช่ไหมไม่ต้อ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องผ่านปีนต้นที่ปีนเนี่ยมีเยอะไหมก็น้อยนะส่วนน้อยน้อยละผาเถอะเปียสัก哎呀，我看见了，哎呀，好多了，看见了。看见了。那这几个能怎么？能拍出来吗？能拍到。这是我们到泰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洞穴中的燕窝，它们一盏一盏均匀整齐地排列在洞壁之上，这些神奇的燕盏在火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雪白晶莹的亮光。